大家好，今天要来介绍 HFC 的战术与古板 AG 时期。打开盒子看，除了枪本体外，还有一小包 BB 弹，以及附赠的橡胶握把套。说明书在泡棉底下哦。AG 时期从外观上看来是充满了未来感，金属切割制成的滑套，有种独特的赛博朋克风格，隐藏式的准星设计。除了金色外，另外还有银色跟黑色可供选择。枪口有螺牙，可安装消音管或发光器。下枪身也配有标准战术轨道，可安装红雷射或枪灯。在鱼骨的底部有额外的手动保险开关，握把四面均有指滑纹路，握起来相当舒适。另外有附上橡胶套，可大面积增加防滑效果。有加大的弹匣颈和弹匣底板，在装弹匣时可更加方便迅速。射击时的手感相当扎实，金属滑套的附近让枪体有着扎实的后坐力。独特的外观相当的吸睛，并且又可以各种自定配件，推荐给喜欢特殊风格的你。